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耶、好了，台长，你看我们顶起来，为什么要顶起来啊？今天垫片终于来了，轮胎的垫片，顺便顺把它垫出来了。要把它垫出来。对啊，上次你记得吗？我们去小岛那边不是开的心惊胆跳？我回来的时候还想说，哎，不然高速公路比较快。开到一半想到不对了，我们不能开太快，还想上高速公路。哎，其实它真的丢足侪，你知道哦？可是以前车不是都这么丢吗？他以前的车都这样丢啊。小坦意思说比较丢的话，轴距比较短，可以回转比较好回转。当时设计这样，如果轮胎换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去小坦那边，把那些电线啊该用的弄一弄，就可以走高速公路。这次对我们这次去就比较快了，可以开高速公路了啊！以后整理好哦，车距我们都可以到了啊。好 ，OK， 处理对，啊，那对收环，是啊，这是推我那呢。铝圈上面偷掉啊！如果这个洞比较大，就这样捆掉啊！为什么要套这个？如果你只有四个螺丝，就中间没有钉好，凳固也连起，一直对哇，链它等松掉了，底也防止，也不要松动啊！轮胎嘛，看俺，它这个像锥形这样啊，斜斜的，哦，来呀嘞，也蛮多的嘞。哦，好，假设这个是原本的车上的，然后我们加装这一个，就是要把这四个锁在原本的这个洞里面，垫出来，就是这个厚度。好，原本的螺丝啊，地加拆加出来，啊，原本锁在这里啊，这一个就是我们轮胎的，垫在这里。啊，这个不是通用的哦，这有几公分几公分下去分的，有些大小不一样。有些尺寸吗？我化解哈，两个一样吗？看起来不大一样，细看一把，看好。嗯。啊，60.5×25，这个是20。哦。所以这个比较简单，我们一公分好了，就是比如说这个是2.5，这个就是2，有看得出来吧？它前面是2.5还是后面是2？后面2.5吧，我猜的啦。后面错一点啊，像水管凸出来没有？看人家改装的是轮胎装到这里来，装到那边干。这样过弯有没有？就这么宽，过弯的时候都不会这样倾斜，因为没办法倾斜，直接断掉。啊，不要看垮吧。不要看垮。哎，你看，我没有说错吧？一直干掉，嘿掉，到底过？60.5，太小了，中丢一，应该不是我问题吧？这不是效果，这真的放不下，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等一下，等，先这个螺丝拆起来喝一下冷矿，不会都做错了吧？我的天哪！细看我的吗？哦，这细看也是，啊，这里是好的，可以哦。这进不去了，我要打电话，我打电话，打电话就要过来面对啦。不是啊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，错晒呀！啊，涛姐，应该赶快呢，别累，拢别累。我啊，差很多哎，差非常的多。特写一下。我啊，我啊，我等下一波结果搞笑了。这一个它就有量的，这个很准。刚这个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柱子是一样的啊，这个不一样。柱子不一样，柱子也不一样。那我可能同款的啊，同款的条，那伊无可能头前到后边无同吧？哦，哦，对啊，太多洞的，它量到宽的，对不对？它量到窄的吧？它量到窄的，对，窄的洞。所以应该是康啦，吉康跟吉康差不多差半仔。所以一起扭这个窄的这个，我们刚应该是外面的洞，锁是锁这个洞啊，你可以看有痕迹啊，这个有锁的痕迹啊。可是不对啊，已经嘛是宽的，真刺激啊！嘿哟，嘿，对啊，你看这是宽的洞嘛，啊，我们刚进去是窄的洞嘛，这次应该用不好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最高你为啊，最高你为啊，后家仔不给我领一共啊，不是他报的吗？我忘灾哦，你们自己讲好就好了，不是，还有不是我干好了，可能今天没办法弄。怎么了？你干嘛拍着我？东西终于来了，上次不是叫错了，这次应该不会错了吧？这次先拆一条，上次破了全部都下来，结果不合就破了这个锁回去。哦吼吼，噔噔噔，那个是薄的，这是前轮，
这后轮，你确定这个是前轮吧？后轮好像是前轮吧？后轮是前轮吗？不是后面要出来一点，后轮没有吧？后轮后轮，对啊，后轮对，后轮后轮啊，不要骗我，因为我前面垫很多啊，前面要闪啊。好，好了，上吧。阿哥，我先把链拆起来，你先闭，好吧？我看一下不，卖像顶盖哦，拢拆好啊。这个较有经验嘛。倒的，来。哇，这高哦。会使哦。会啊。你迄螺丝拆起来，对接。卖讲下骹迄个会使，只换我这袂使。好水哦，哎，水水水水水水，刚好。水啦。刚好啦，这个控合不合？转过来。哦 A 哦可以哦水水啦，这样前轮就可以了，对，没有啊啊别哈就结束了啊，对啊别哈就结束啊，更快啊那也靠腰，这应该都面对，哎，应该赶快了吧？这应该是赶快的啦，哦 A 轮这空档卡点，无赶快按呢。那就把它清一清就好。好，清一清下一组啊。金金姐，不是金啦，这啦。金啦，清金。你要密合，就是把这个都要刮刮弄一弄。少年郎家的金。少年郎规工在干咩金？啊，想要金呢？甲你金啊，金甲透豆连啦。是不是有镜头在拍才清那么干净？一直都这么认真啊！一直都那么认真。有啊，头旁拢走去啊，另外，都跑掉了。你看，讲我残害小动物，这不是动物啦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动物，还有。你拆他们的家了，吓死！哦，吓死！哎，你看这，这高追哈，这谁的？这怎着？卡钱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一卡钱了呀！好小颗啊，那我现在后面都比这个大颗。我很怕螺丝到时候不合。螺丝够准备啊，我有倒啊。这个要危险。这个也比较危险哦。真的是比较危险。用两只手呢，厉害了吧？用两只手一起转哦。左手画圈，右手画圆。左手画圈，右手画圆。答案还是一样，都是转。答案不是一样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手不带进去？对吧？哎，安南啊，哎，我跟你，你给拔起来哦。对啊。我就是要提机器来做，这个还是薄的，不要跟我说薄的也进不去哦。该不会又要再叫了吧？还要叫什么？因为厚的进不去。你要到底要叫什么啊？啊，这样啊，这样怎么进去的？不行，这样会出事，出一只数，出二出数，不能硬转啊，啊，转得进去就可以了。就要顺着转，这个要全部重拆起来。就全部拆起来要看那个牙，没办法硬锁啊，不然锁下去牙就断了。把它打紧，稍微打紧就好了。这个旧螺丝很脆弱，完成一个嘛，完成一边就可以不用拍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子吗？老规矩嘛，是不是？看到没住，很好，上不去，阿哥。嗯，为什么？直接通卡出来哇，直接通卡出来，刚刚没哈呢。三个，几工的啊？几工的啊？现在几工？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啊，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起来当。求了啦！求了，求了，真的求了啊！后面够厚，有没有？所以闪的，后面够厚，闪得过。前面太薄，后面埋在里面呢。你再一组啊，来，这个后，因为今嘛呢，受了螺丝凸出来嘛。啊，刚因为我们后面是这样嘛。所以是平的，所以一个切掉啊，切短一点，切到平的。前面两个都要切吗？对，结束完毕。哇，这样切了，细的弄薄薄还好啊。后面的也要。后面也磨一下，磨平一点。打到会影响什么？轮胎会不平均啊。M D O 呢？啊，这轮是安怎较平？这轮是平的呢，刚刚直接凸起来。后面只有要切这一个，其他的全部都要切。那个是拍片用的啊。早知道就不要说现在有空，就说今天没空。搞定，耶，装好了。每次都比较。
面是凹进去的。好啦好啦啊，盖子不能盖啦，为什么？不能盖啊，螺丝又要切啦，要切啊，切往这个往切接。好啦你看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讲，是把它垫出来一点呢、啊，因为这个车修旧嘛，垫得出来，啊，那就掉啊，哇，赞啊！好，镀了国匠，镀了国匠，好，国匠瓦西啊，可是垫出来比较好看呐、啊，垫出来就是视觉上比较外，因为这个车其实你看啊，它还可以再凸矮，轮胎在这边都可以，如果凸出来就不行，因为侧面你要板底就不行，不然就把叶子板给我拉出来就好了，弄好了。虽然以为就一下子就好了，就没想到拆了比一级还多的。啊，到时候就盖子，到时候去之后再说好了。可能换了个螺丝的话，这个简单。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起来铃电线啊，那些线路都弄一弄，都几回瓦量啊。好 ，OK 哦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 Dash S 三，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到底了。好，所以到底有几个？到底有没有半个？你交了三个、四个男朋友，到底有几个？到底有几个？没有一个到底的。都到一半。